天天气怎么样？你好，袁小毛。你好，袁小毛。你不好。哇，这可以做。大家好。他的脚是你的。是朋友，是好朋友，是我的靠山和精神支柱，是站在我身边听我说的，替我撑腰。那就祝我们爬不同的山，还能回到同一条路上。不是时时见面，但是时时惦记之人，你在胜过千万个泛泛之交。